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呢，已经到了第二天，由赵薇、佟大为领衔的《亲爱的》呢，也是迎来了专属于他的一天。是的，发布会、首映红毯，再加上全球的首次公映，剧组可谓是忙得不亦乐乎。威尼斯时间28号中午12点，《亲爱的》官方发布会如期举行。除黄渤之外的所有主创悉数前来。不过，由于是官方发布会，气氛难免有些严肃，基本上都是导演陈可辛在回答来自官方主持人的提问。Although I have to declare that even though the film is based in reality, and a real story and real characters, there are parts of the film that are fictionalized.For dramatic purposes. 而其他演员则稍显落寞，在闲暇的时候只能把玩一下手中的同声翻译耳机。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官方场合，严肃与沉闷本来就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当天的几位演员却示范了几个能够在这种场合脱颖而出的典型案例。首先就是赵薇，由于10年前陈可辛的《如果爱》本属以赵薇出演女一号，但最终无缘，赵薇也不忘自黑一把，两人10年之后的首度合作。那个10年之约也很震惊，原来想跟导演一起合作一些比较青春的东西，没想到一晃10年过去了，我只能演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而更绝的则是张译，在名气方面不占优势的时候，张译首先用一番颇有中国特色的慷慨陈词抓住了中国媒体的眼光。非常欢迎意大利的朋友。发布会之后便是属于亲爱的剧组自己的首映红毯，尽管与开幕红毯相比难以避免的逊色了许多，不过主创们装扮依然用心，赵薇黄色礼服，郝蕾黑色亮片裙，每个人都充分体现了对自己作品的尊重，再加上众多中国粉丝的热情捧场，场面也算热闹。张译甚至亲切地去跟粉丝们互动了一番，只不过有些粉丝的过分怀旧还是让赵薇略显尴尬呢。除了新天地瘦了的赵薇仙仙的威尼斯采访报道。你说小燕子这件事情要在她生命中陪伴多长时间？就是真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那个叫的人也是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好吗？人家也是有风险的在追星哎。也就是说无论赵薇再演多少就是经典的超越的突破的角色，而且不管她穿的有多美都会有人在下面小燕子。对，那也是一段时代的记忆，也是我们大家青春的注脚嘛。是。好。